哎，等一下，表妹还没来嘞。表妹来了，老在哪里？什么时候来啊？表妹来了。我先来分，我来分析。这个乌龟怕是没成年吧？这个鸡翅分量也太小了。嘿嘿，我就要这只鸡吧。鸡鸡鸡鸡鸡鸡，哎，鸡呢？做人不要看表面。从表面上分析，我肯定选这个鸡翅。海鲜，海鲜，海鲜，海鲜。哎呀，怎么是鸡腿啊？哎，没得选了。原来是个真的，我还是个煮的嘞。你是谁？康叔叔，那不行，那我就来献酒了。这个不是河里的，就是塘里的。这个不要犹豫，我只听过不再犹豫。不要开我，我就开你。走了。谢了，不要干，你还要干？这不是河里的，就是海里的。不要犹豫，原来是鱿鱼啊。
我注意了。别人是他，不重要。别人，太好，今天我来洗碗，洗碗也轮不到你啊。哇！嘿嘿，这太武大的主角。今天的菜怕是不合你胃口吧？你先吃，我先做。哎，这有鸡有鱼又有菜，怕啥嘛？看看，做男人就要刚一点嘛，够无味。嗯，看你能有多久。先吃不管，我自己喂。嗯，哎，你怎么不来啊？慢点吃吧，我来洗碗。说好的你洗碗，你要放心吃。感觉这小子不靠。放心，他跑不掉啊。你们熟练分析一下，想吃点好的，肯定要压老板你先来。这话说的，看我的，这个田里爬的没有逼格，这个骨干变化心里没谱，这个海里爬的逼格很高，是我。哈哈哈哈，什么意思嘛？嗯，揍了没有？赶紧。又被套路。这个古代电话一看就知道是天上飞的嘛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你这个鸡这么久还不够我吃呀不？那我没得选了，田里爬的。嘿嘿，我这个有肉，这田里面谁都摸得到。明天是啥？